50点攻击力13点穿甲，少了5点攻击力2点穿甲，少了5点攻击力2点穿甲，便宜了700块钱。但是暗爪的话有伤害，你们感觉暗影扩建这个性价比高还是暗爪性价比高啊？你之前不是输了3把，怎么才输1把？我这跟爱徒玩游戏，我不算战绩啊，跟爱徒我们记的只是单排战绩啊，跟爱徒是做节目效果的。感觉好像扩建性价比高一点呢，如果不看伤害的话。爱徒晚上12点来，我先抓波这火男吧，火男应该没闪了吧？伤害打得很满，但是没头。OK， 来河蟹吧。暗爪也很香，暗影扩建也很香。来喽！啊，这没死啊！太可惜了呀！哎，我知道了，我感觉这版本他妈好像……幽梦还不错哈，幽梦被动是加攻击力啊，那神话被动牛逼啊，出个幽梦配个暗爪，什么嘎嘎地呀，嘎嘎猛啊！之前不是说幽梦必不出吗？这不版本不一样了呀？我看看这版本出啥最猛。我得合计合计，今天刚版本刚更新啊，刺客装备都改了，也没说都改吧，就都加强了，或多或少的加强了一点。好，回家买装备，还做星矢吧，星矢被动也猛，4%护甲穿透呢。做星矢吧，这版本星矢应该是版本答案了，因为幽梦上个版本削了，木刃这个版本削了，就剩星矢还没削了，就出星矢吧，兄弟们，就出星矢，狂干星矢。看看中路怎么杀，没杀机会，这火男不给机会，绕一下，这火男升6了，主要升6了，兵线进塔下，剑圣没闪。
这波剑圣能杀啊！哦，他买了个攻速鞋，攻速鞋剑圣啊，这么玩游戏的吗？现在他两个人头，我这边蹲一下啊，看他回不回野区。他野怪应该是在的，他应该是有野怪的，但是这个人不回了，这人就是脏兵去了，就是狂狂脏兵，就吃塔皮，狂狂吃塔皮。来了，跟他干来，这不三八二，他俩应该吵架了，这俩人，看这个架势有点像，像吵架了。孤立，拉开拉开拉开。来果盘。上路盖伦能杀 ，Q 闪了，不需要我了。进化，这波直接进野区找剑圣啊。不在的话，把这个红 buff 反掉，直接回家买星石来杀剑圣，还行吧，二换三，这我再拿俩头，这剑圣野区应该还有野怪吧，他偷了雪龙，野怪应该没刷完。还有没有野怪？没野怪的话，哟，这回有个针眼啊！这针眼好尴尬呀，藏起来啊！阴一波人，我阴个露露，把他露露杀了。死！起飞！这卡莎直接崩了呀！他没法玩了。回家回家回家。别恶心我啊，滚啊。滚。小露露。调皮，走走走走走，杀了就走，好勾啊，好勾。
2300回家可以买暗影扩建了，但我们买暗爪吧，买暗爪。暗影扩建加强了，但是没有暗爪加强的大，哎，暗爪加强的大。这个就是有钱买暗爪，没钱买扩建，主要看你有没有钱，看兜里有没有米儿。啥意思啊？你敢跟我 solo 吗？来介绍 ，solo 一下来，滚下马来，滚下马来。不追不追不追，这火男在他身后呢，肯定是后边有人给他撑腰，你知道不？好，现在我假装走了，他要打石头，我就把他杀了。OK， 石头人已经刷完了，回家买装备吧。回家来个暗行者之爪，加强过的啊，很猛的，看看伤害。伤害是154，我现在被动才多少伤害？106，暗爪154，而且暗爪 CD 只有5秒 ，CD 非常快。剑圣裸了个羊刀，他应该会把星风放上路吧？没事，这波我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守不住了。溜了溜了溜了。溜溜球。干啥呀？你别像疯狗一样啊！疯狗，疯狗，疯狗，他应该手里捏着大招呢，应该手里有大，他是个疯狗啊！你别去招惹他呀，他疯狗你啊！这血量偷小龙能偷吗？没惩戒，我操！试一下。怎么来一个人就问爱徒呢？来一个人就问爱徒呢？能不能关心关心我呀？爱徒晚上11、12点来啊！我先自己玩几把，我这跟他玩输太多了。我先自己玩一会儿啊。来杀剑圣，走锤子，锤子来，我马上到。是不是得先把剑圣秒了？好勾，好勾，好勾！露露好像也能杀啊，杀不掉，但没关系，我可以包他。这是交闪，还有没有野怪？没野怪，直接原地回家了。这版本暗爪贼猛，然后再来个暗影扩建啊，暗影扩建也加强了的。暗影扩建就是性价比非常高，因为它便宜啊。这版本暗影扩建加了3点穿甲。他卖2300，暗影扩建卖3000，不是暗爪卖3000，但是暗爪的话，攻击力值比他高5点，穿甲比他高5点，5点穿甲，5点攻击力，就比他贵了，级技能级数都一样，5点穿甲，5点攻击力就比他贵了700块钱，正常5点攻击力折算应该是
十点攻击力是350，五点攻击力是175，然后五点穿甲是能卖个300吧，应该是475。反正暗爪这版本性价比也很高的啊，因为它伤害加强了嘛，暗爪有伤害，暗爪的伤害不容小觑的。但是暗影扩建的那个什么也很非常关键啊，抬眼也非常关键的。我觉得我现在出的三件套就是最猛的，就最猛的三件套。当前版本最猛三件套，再回家整个夜之风刃。其实宫女圆弧也加强了，但是如果再做个圆弧的情况下，咱们这个太脆了啊，没有防具。再做个夜刃，一般来讲我们暗爪和圆弧出一个就行，不用两个一起出。如果你进化 W 你就出暗爪，如果你进化 R 你就出夜刃，就出那个扩这个圆弧。干啥呀？你把你的暴脾气改一改行不行啊？这小暴脾气，荒仓一个闪现，给我吓懵了。我不跟爱徒玩的时候，我嘎嘎乱杀，我想怎么杀怎么杀。我一跟爱徒玩，我就不会玩了，我就不是我了。我把圆弧也做了吧，这个爆炸果实也可以触发暗爪的，兄弟们。哇，这个伤害真的爽，好爽啊！好勾，好勾，哇，好猛，好猛，好猛呀，队友们！把这个暗影扩建不？把宫女圆弧做了啊，这嘴有点瓢。看圆弧返还多少秒 CD， 34%。现在穿甲是61%，百分比穿甲12%。再来个冷却鞋。圆弧和暗爪出一个就行了，这俩二选一吧。我建议是出暗爪啊，圆弧这个东西毕竟它还是一个打优势局的装备，如果劣势局作用也不大。但是暗爪是能优能劣，可以陪你风花雪月，也可以陪你东山再起。隐身一刀斩，哈哈，伤害杠杠的。
我感觉我们第二件买暗影扩建的收益要高一点，就是说第二件买暗影扩建，然后第三件再买暗爪。因为暗爪太便宜了，你知道吧？它真的太便宜了，性价比太高了。是啊，哇，伤害真的夸张，真的夸张离谱啊！夸张且离谱，我计划一技能。点塔点塔点塔，挥血摸一下，乌力平 A 拉出来，大招减速隐身，乌力一技能平 A 隐身，乌力加 E 拉开，你想杀我？20-0-9，这得亏是没有爱徒。